上背了30万，然后真要想办法从 PK 的地方跑回主城。你不能直接下线吗？等到人少的时段再上线呢、啊？下线会在线上停，好像300秒吧。那就停300秒啊！哦，我会被砍死吧，白痴！不会，没有人敢砍你啊！屁啦！我刚刚真下我才被砍死2次。那就是他的不对啊！开啊，有开队，可惜了。如果开我自己的台，我就要开R6了。看，夸张。上线呢、啊？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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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哎呦呦呦！我好饿，好累哦。乖啊！你光吃东西啊？我干吃什么了？好像很爽哎、欸！盐水鸡，哭了。怎么还在憋尿之舞啊？标题改了没啊？哦，标题没改。我们还是8月9号。可以啦。今天安安大家，为什么你今天很饿很累？没有，我们每天都很饿很累，只是他今天说出来而已。Oh, OK， 没有，你们其实每天都说不出来，每天都有说出来，只是我们今天才有讲话而已。哎呀，对了对了，哎呀，还是老板英明。好累啊！我应该要写9月19号还是9月20号啊？9月20才对哦。写20，对。现在20了。哦，好，那我改一下。哎呀！我觉得只有一个人害的，那心情跟我们不太一样，操！对啊，他妈的！提醒一下各位，你们是最后一次开台了。今天是舞台剧开演前的最后一次开台。下次开台的时候，大家就会是快乐人。没有，我们一直在犹豫一件事情。那不一定啊。我们在犹豫一件事情，就是我们10月开台是要在3号就开掉，还是要在开完台之后，就是演完再开，因为演完再开一定会有人这边太感动了，哪里超喜欢，这样直接爆雷其他就是连 DVD 都还没看的人。哎、那我有一个好的提议，还是我们等到巡演以前，我们就再也不开台了。还是你们就想办法不要同时讲话，因为都听不懂。在巡演以前，我们就不要开台了。Double 了啦，导演讲话我们在听啊。哦，11月有人会报，不对啊，11月的话，大家就会先去就是其他人的实况讲一讲，可能就比较不会在这里就是那么多这样子吧。嗯、或者是、啊、是批评的浪潮也会趋缓一些。对，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如果我们演完秀到接下来是批评浪潮，我们真的就会休息半年不开台。我就很难过。欸、你越讲我越怕哎、欸，现在才怕。不会了。不是啊，反正就是没有，我就想说，因为那个礼拜的话有点太近了。啊，如果就是再缓一个月，感觉大家比较已经就是想要说的人，已经都已经在个人的实况。所以我们应该是10月3号开嘛。但3号应该也就是开的意思。哇，因为已经精疲力绝了。还没进剧场之前，赶快！因为三号他们要整排2次。哇、哦！真的假的？嗯？来不及喽！整排2次怎么了？就是。到晚上10点才结束，然后我就回不了家，我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开始哭，哭啊！那如果走一次就已经导演真的觉得很棒了，可以第二次不用走。还有一个办法，那就要棒2次啊，因为你们有2天都要演2场啊，棒两次跟拉肚子一样。我们就10月31号再开，有没有？又隔了2周，不管是喜欢或不喜欢，应该已经淡忘了一些。
没有，有一些鸡巴人就会故意就干、我这两个礼拜我都不要批评，我要一直忍着，到那天直接爆出来这样。然后就被我们 ban 掉这样。他刚打一个，我就问，我们就把他 ban 掉。就他是想说，我就问你们的戏怎么这么好看？只打了我就问就被 ban 掉了。没有，反正戏演完，只要有人在两次打到我就两个字，我就 ban 掉。对，今天还不会 ban， 但是十月就直接 ban 掉。啊，算了，简单一点好了，只要连是有人打字，我就 ban 掉了。那就改成那个哈，改成那种订阅者才能进入就好了。反正没人订阅，就他们就不能打字，然后我们就全场一直在讲讲话，都不理他们。你们好爽哦！你们有去看吗？好爽哦！这样没有人可以打字。对。怎么这么贵婚呐、还是我们就剪一个以前的精华，然后直接播预录，然后是剪那种剪精华的时候删掉的片段，把那些片段全部拿出来，这样都没有人听过。那感觉超无聊的。应该就会只会有20分钟的沉默，然后偶尔有一些好累哦这样子。对，还是我们就先改成订阅者模式，大家都不能打字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再把每一章的剧情大纲打出来，贴在聊天室里。好贵婚哦，那他们也不能反击，也不能把它洗掉。好贵婚。就是自爆，我们自爆。对啊，就是在别人爆之前，我们先自爆，官方爆雷，偏舒服啦。哎呦，怎么了？没有，我刚差点哼了我们戏里面要用的音乐。不要吵啦！不是，卖脑啦！我开台前在。确认音乐啊、哦！我不小心被洗脑了，刚差点哼出来，不要刚像一个小屁露出来一样，啵那样子。哎，哎呀，然后先把我的那个呼吸脱掉。还是我现在满脑子都是今天下午的那个。不要吵啦！我差点就要脱口而出了，我已经脱口秀，要吵啦！来再来，没想到有生之年还可以遇到这种媲美《复仇者联盟》不能爆雷程度的制作。好啦，反正那今天我们就不会开太久，因为明天我们要很累。今天也很累，明天也很累。Yeah. Every day 累。唉。唉声叹气大使。完蛋，最近都在排戏，现在已经没有话题。不是，就是最近近况的话，就最近想聊的东西都是一些不太能讲的东西。Well, 我们可以聊今天我们帮观众算了一下，如果我们出的周边全部都要各买一份的话，总共是花多少钱呢、啊？好像有人算出来了，如果你要把全部的徽章都买齐的话，要20000多块。哇靠，好像有人算出来是22000。但是如果你徽章只买一个，就是所有的品项，然后都要凑齐的话，会到20000。哇靠，好爽、啊！但是如果是所有的品项。没有要凑齐，就是各买一个的话，好像也是4000-5000，好像是吧，但是五千还好吧？哦、我没有，但是有些单品的单价比较高。有我这种不太去场次的人，有时候进去场次出来也是3000-4000拿在手上了，4000-5000应该还好了吧？没有，我昨天开的就是大家量力而为，就是也不要抱着这种全部扫货的这种心情啊，这样子。对啊，不要扫货干。对，尤其是扫货转卖厨，这个真的是去死，干去死。对，然后今天导演很伤心，因为我们那个酒吧族的那个下杯，我们的名字是认真想过的，叫做老板都没有人有反应，我难过。刘丹，你有听到吗？我没听到啦，你们不要讲好吧、那个杯主叫做老板 get shot 杯。老板，应该要叫老板 get shot 呗，但是 get shot 比较爽，有一个双关，
Get shot 就是他们的周边是一组 shot 杯，然后名字叫老板 get shot 杯，就是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因为老板被我们老板已经被 ban 了。可以，可以，可以。啊，没有人笑哎、欸，好难过哦。抱歉，我不懂，因为这不是好笑的、啊。为什么啊？这什么意思啊？我不懂哎、欸，我以为是吓的啊，被射了啊，就是阿狗已经阿狗他哦哦哦，但有这么难懂吗？还是真的，还是我真的错了？嘎吓会比较好懂，可是文法来讲是 get shot 吧？对啊，应该是 get shot， 而且 get shot 就是有被枪击又有。去取一杯下的同双关，没有这个，但是这个梗是阿狗自己想出来的，所以是没问题的。但是没有人发现，但没有人发现，我很难过，我要把这个周边商品撤掉，不会卖。不要啦，而且我们本来是想一些很低俗的那种，过来一下杯。哎、欸，你过来一下杯。对，过来一下杯，为什么冰鸟敢下来杯？我的夏天结束了。你看，我就跟你说，大家都会觉得是 gay 笑杯啊，不对，怎么会是 gay 笑？我就跟你说，因为这个英文不是很常，那就是不是，那就念 gay shot， 不是 gay shot 啊。但是大家就以为是谐音、啊，连我这个英文很烂的人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哎呦，哦、呦对嘛？而且我没有参加你们的骗哦，没 gay 到的人好不好？我就不多说什么啦，你们就是英文比小六还烂呐、啊。但是基本上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人，欸、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人，人类的英文程度比小六还烂了，所以你们就不是人了。好过分！你们这些语言畜生。节目册是什么东西？节目册就是会有演员的介绍、照片、导演的话、演员 Q&A 那类的东西吧。Yes， 我觉得我们节目册做的挺好的啊。但我还是详细的建议大家，如果你们进场前就买了，稍微看个几页就好，然后后面的东西先不要看。哎、欸，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字的节目册、欸。可是节目册差不多都是这样，就剧场节目册。真假的、啊嗯？我之前看都还都短短的、欸，不管是因为我们的人物是交响乐团还是，如果是有贩卖的话，通常就会比较多内容啊。有一些演出是免费的、哦，那当然就不会有那么多东西。那个渔港基隆也是很大的。你刚刚说渔港基隆吗？你说渔港吗？渔港基隆。所以你刚刚是说渔港吗？所以你刚刚是说渔港吗？渔港渔。想要问问你港不港？男生男粉，您请说，您请说。男生男粉是什么？超好笑，就是有人把男分男舍讲成男生男粉，这超容易的吧？超容易，就超难的。就跟我以前男生男粉超难讲那个啊，锅蜜菠菜汁啊。可是我觉得男生男粉。粉是一个不太会出现的字啊，对粉根本就没有这个字，好不好？所以我就是说，你打字打粉儿只会出现嘟的音而已，好不好？根本不会有别的粉粉 ，good for you，just for you，wonderful，wonderful， 男生男粉很好笑，干这个很屌，我如果开河粉店。男生男生、哦、真的有开河粉店，男生男佛，超难懂的深度梗哎、欸，狼灵王，我有看到那一篇，我真的想讲，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太屌了，可是我真的觉得我最喜欢的是理查基尔，可爱乔古岛，可爱乔古岛太强了，我觉得可爱乔古岛太强了。大家注意，那个住是居住的住，意是容易的意，那是一个建案的名字。大家注意，叫做大家要你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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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好笑。那翁山书记也很好笑啊，对，好夸张哦，超好笑。乔古岛超屌，怎么想想给他瞧一下、欸？我觉得乔古岛超屌，超想给他瞧一下的感觉。很厉害，
哎、欸，我们说今天开台我要干嘛？我有点忘了。哎、欸，我那天有在我的记事本里面记今天开台可以讲的一些趣事，可是我那天不小心失手把它删了。美丽华布丁啊，我今天有那个啦，上次给你们听那个，有一个人他不会讲台语，然后台语的片子。对，好好笑、哦。先修音，然后好久以前的事了。真的好久以前的、哦。哇，我们真的是一个月开一次。我不能再继续跟你浪费我的青春。继续跟你浪费我的青春。那个超好笑的哎、欸。我想要准备几个片段让你们那个很难呢、欸。我虽然我已经挑战过，可是我觉得。绝对不会比第一次啊！那个很好笑哎、欸。对呀、啊，那个憋尿图，我刚也是一直盯着那张憋尿图一直看，然后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真的有你开二档的影片吗？看久了，看久了真的有什么魔幻感。对啊。那个鬼之脚，鬼之舞步，不是。有你开二档的影片可以用吗？我开二档的影片是什么？就是把裤子穿超高，然后把两只手插进裤子里面，然后举起来。我怎么知道这种影片？我他妈到处都是，然后而且绝对不会是在我手机里，都是在别人手机里啊。我在想，我的手机里有你开二档的影片吗？哎呦，那有他变无脸男的影片吗？无脸男那个就是二档吧？不是吧？我看一下，我觉得那超好笑的。那个应该是老王说二档吧？我真的快死了。哎、欸，而且我觉得我真的有瘦哎，你看我这个憋尿之舞跟我现在的下巴好像已经不可用了。你真的瘦得很快哎，很厉害哎！我都跟你讲，我减肥之王哦。干，真的很屌哎、欸！我以为要是收得用心良苦哎、欸，跟我笑哎哎哎！干、欸欸欸，讲到这个，你们知道，我前几天才知道这件事情，我很惊讶。就是陈奕迅这首歌啊，《K 歌之王》啊，它里面用很多很多其他歌的名字嘛。你现在才知道？没有没有，我那天知道最惊讶是。他第一句是我以为要是唱的用心良苦，是因为他的前奏跟用心良苦前奏是一模一样的、欸哦，真的吗、哦？对啊，一模一样哦，完全一样哦。嗯，我那天才知道，我想说，哇靠，我妈的高中唱这首歌唱到现在，我从来不知道哎、欸。我听听看用心良苦的前奏一模一样哦，我听听看。拉 K 歌之王，你是说张宇的吗？对。跟 K 歌之王全都是哎、欸，靠药广告，广告，广告，赶快拉掉！吓死我了！听一下，干怎么还是广告啊？前奏吗？是前奏还是？对啊，前奏，前奏一模一样哎、欸。有吗？哎、欸，有哎、欸，有哎、欸。张宇，哎、欸，真的哎、欸！我以为要是唱的，哎、欸，不对，应该是你的脸。你这一搞，反而听不出来的。我那天发现这件事情，我很惊讶哎，我从来不知道哎、欸。你很惊讶。粤语版的前奏是王菲的《约定》，间奏是杨千嬅的《再见二丁目》。粤语版、连语版歌都不一样。真假的国语版的前奏是张宇的《用心良苦》，间奏是张信哲的《爱如潮水》，尾声是辛晓琪的《领悟》。哇哦！哇塞！哇哦！真的假的？我现在才领悟到这件事情。哇哦！有版权吗？一定有吧？多么晚的领悟！啊，多么晚的领悟！好烦啊！我是张宇，还说自己名字，你是张宇啊？Octopus， 为什么？
为什么？章鱼，妈呀！咖啡，妈呀！妈呀！你好厉害哦，是不是？你怎么这么有活力？我现在其实回光返照，你怎么还有力气做这种事？而且因为我今天我看应该是不用睡了，我应该等下关台要弄明天音乐跟音效弄到早上，所以我就说今天不会开太晚了，不然。Place the place, the Loma Loma ye。你明天还有精力可以尬到晚上吗？没关系啊，反正要整排是你们啊，我真的受不了，我就睡了。好啦，没关系啊，大不了就那个而已啊，精神不集中，一直忘词而已啊。我是没差啦，反正再过两个礼拜演出的也是你们，不是我。不行，怕了怕了。那我要从现在开始背。好，来，我们第一章开始，来，大家来背个词吧。来来，这有新政来开始。那我来，那我来对，我来帮你们讲这个厂长的词。不要啦！干破你娘！我没有光头，鸡掰！来，我们从第一章的那个歌开始唱。爆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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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嘿，自由新政，自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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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政。爱已受伤，还唱别人的。哎呦，好累哦！现在先跟大家爆雷啦，这个我们的戏一开场的时候，八毛会出来唱张宇的歌。你的脸有几分憔悴，这样的。对，对着厂长唱。对，好像可以啊。那就这么决定喽。好，就改掉吗？可以了，排戏不要疯了，决定乱演。欸，搞不好就是还比较好看，超过分的。靠北哦，超过分的。欸，你们现在就可以体验我那个嘞，以前那个，比如说我在排戏整排完或者演出完，然后晚上回来开 LNG 的那个累感。欸。反正好像也是不能体会。开场全裸片段拿掉了，没有啊，没有拿掉啊，还是会全裸。啊？啊 ？Figure 会开场 Figure 会全裸，然后拿那个自助型的割包皮的那个抛弃式的割包皮。哪有自助式的割包皮的东西？有吧？我不是有抛弃式割包皮的吗？有吗？有啦。哦，所以昨天排那一段就是 Fake 在割的时候嘛？对对对，但是他整割一次，所以就是演出的时候才会正式。哦，原来如此。哦，难怪我想说昨天他怎么手上没有拿东西？对对对。哦，所以到时候就是真的割，嗯，真的割，真的割。哦，那可是我们有五场哎，他只能割一次怎么办？没有，他演。演完第一场的时候会缝回去，然后第二场再割一次，还是一天割一个人？哦，也是可以的。算一下我们有几个男演员，来，一定够了，一定够。够吗？够了，够了。好累，还是一天割五分之一一场戏？哦，看小说架柄哦，看排几次之后还要回家吊在那边哦。一场割五分之一。好痛，哦！干，回家还怪呢，小心拉拉链还夹到。对呀，啊，好痛！哇，你的脸有几分焦灼？哎，DVD 那个预购是到什么时候啊？好像九月底吧，还是十月初啊？我忘了，我看一下。因为有的人说他在考虑那个，如果真的有割包皮片段，他要考虑要直上蓝光吗？要吧，如果包皮都割了，直上了吧，还等啊？要看戏带就趁现在。五等份的包皮，我的天哪！哎，不是我说的，是观众就可以拿来看这个。体
天哇、欸、我跟你们讲 PS5 了啦 PS5 了 说到 DVD 我一定要分享一下反正我们 DVD 开始预购嘛，然后就是我们的制作组在这个制作进行的这半年已经充分的体会到，就是实况组平常要处理多少，真的你已经就是已经是屌到你已经没办法骂的那种观众，就是你看到你只会觉得卡蒂尼啊，真的假的、啊、这种，他们已经经历过很多了。然后 DVD 在预购的时候，你说剧场的人是不是？对，就是制作者，他们都剧场了，他们没遇过，因为我们常常就会跟他们讲说，哎，很多观众都很夸张啦，就是他们要么年纪很小不懂，然后就会乱问一些问题，或者是真的比较没有社会经验，社会化。对，然后他们经历很多，然后这次 DVD 预购又来了好几波，好几个那种真的是烂问题，其中有一个真的很屌，我一定要跟你们分享一下。他就私讯我们的小编，然后就说 DVD 预购要汇款，这样他就说不好意思，请问一下汇款账号后五码是指哪组账号呢？哦，屌的啦 ！Oh my god， 这感觉上就是真的是第一次买东西啦，有可能啦，可有可能，可是就是，但很可爱，就是对，就是你不会气，你不会气，可是就是会有一种哈，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当然是那个啊 ，SSPP L1754 那就是给后面的17545啊。看一是英文啊，不是数字啊。我你后五码就是账号，账号后五码。这感觉是小朋友啦，哦、有可能啦、啊，有可能、啊。所以我们制作组，可是我退学 ID 只有四码。制作组收到这个也没有生气，就是拿给我看，然后就说这个怎么回啊？就是汇款账号。我教你这种最会回了，我都回你猜猜。不行啊！没有后来有一次那个啊，有一次排戏聊天的时候，就制作组分享了很多这种之前因为买票的时候，然后 DVD 预购什么，反正各种很怪的问题。然后大家排戏的时候在聊，然后小熊就有说，他遇到这种问题，他都是反问那个观众说什么意思这样。嗯，然后他说观众就会自己理解。对啊，对啊，就比如说观众问说，请问一加一，你说一加一等于二是一加上一等于二的意思吗？然后就反问他，你什么意思？然后他就说，就是我的意思说，你说一加一等于二的话，哦，没事了，那我知道了，谢谢。这样，对对对，就类似，大部分都会。欸、很常会这样哎、欸，为什么、啊？其实就是打字比脑袋快。哦哦哦，这样解释好像，对啊，好像可以理解。我都会把一些问题放置一来回答，就是请问你身上的爱迪达是哪里买的一样啊？对对对对对对，这种。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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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就会说，哎、欸，你猜。然后会把一些有点，还有一些问题是问我们说演出多长，然后我们就说大约两个半小时，大约是150分钟这样。然后他就说150分钟，那是大约两个半小时吗？对啊，没有，因为我们使用时钟，我们使用时钟是200进位的，不会不是60进位，我们是200进位。我说我就是会把一些有时效性的问题放着一下，就是常常会有观众来问我说，请问我的金融卡被锁住了，我要带什么东西去解锁？然后我就会放置那问题两个月之后再回答他。我想说他一定，如果他很急，他早就去找答案了，还来问我。他就回你，对，他不急。我饿了，我就说你一定很急嘛。我就直接告诉你这句答案，带你妈。我不是，我就想说，安心，这两个月他应该已经自己有答案了。我就会回一个解开了吗？怎么会来问我？私讯小编得到提示，会回一个解开人吗？不是啊，问我干嘛？我又不是银行客服，我什么事来问我？我不知道。他们会觉得说：“哎、欸，你之前是金融业，问你就对了。是”是我可以理解这种心情，但是我就是觉得说，我不可能代替每一间那个分行去帮你回答、啊。没有啦，他们这种就
少，可能也是想找个话题啦，想找个话题聊聊这样，所以我就会先放置，然后再回一个，解开了吗？咖喱，有咖喱，真的很多，还有那个、啊、订预购 DVD， 然后说 DVD 是800嘛，蓝光900这样，嗯，那就私讯来说。我看上面有写两个价格，那我预购了的是 DVD， 那这样子是900吗？还是800？你就跟他说15000，然后他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那么贵？你上面明明就说 DVD 800啊！哦，没事了。然后再传一个，再传一个 ，You got it，You got it，my boy。没事，大家就。当人生第一次购物汇款，练练手，好不好？练练手。刚为什么会有送波的声音？谁在念经？我在放梳子，不小心敲到杯子。Oh my god！ 那我来配合你一下。今天要开始借助神灵的力量了。来喽，来喽，哇，好响哦，好佛堂哦。哎，我放。哦，很可以哦。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好像去日本旅游。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好烦，你可以找到世界上另外一首歌跟这个有点适合的吗？没有办法，他懒得想了，他懒得想了。应该七个字的都可以，我觉得。七个字。对啊，我的未来不是梦嘛。嗯。七个字的歌，哎，蛮多七个字的歌吧。自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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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了。已经八个字了。好难哦。你可以吧 ，Suki Suki Suki 也可以吧。来，掂一下，给他 Suki 一下。好。我自己掂。我刚才看到你，我刚才听到一个偷跑的词。有。Suki Su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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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ki， 不行，那就只能一直 Suki 下去，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挨起铁路啊！可以啊，就是该几次就几次啊！啊，对啦，观众说苏志祥被狗咬可以啊？不行吧？可以啊，六个字而已。苏志祥被狗咬，被狗咬，苏志祥被狗咬，被狗咬。苏志祥被狗咬，被狗咬，苏志祥被狗咬，被狗咬，苏志祥被狗咬，苏志祥被狗咬，苏志祥被狗咬，被狗咬，苏志祥被狗咬。你们都开做一个录音带了。小刘是一个爱冬瓜。我真的偷吐了几分而且你那些歌，你先说。不是啊，你那个歌你是没有听过，然后你是乱掰的吧，对不对？我其实没有这首歌吧。我想此刻我已经分不出来，我到底是听过还是乱掰的。你我觉得你没听过哎、欸，差了一点点，差一点点就剽窃了。哦、真的、啊，你有掌握到那个音哦。我有掌握到，对不对？我就跟你讲，我创作新歌，哎呀，我刚刚已经做了一首歌啦。我今年自由新政做完出专辑了。好嘿，全部都是这个。先上这个单曲上 Spotify 好不好？我开台的时候想放，我这首先上 Spotify， 然后我接下来要做的这首上 YouTube， 好不好？是。咖啡。途经风，被狗咬，被狗咬。途经风，被狗咬，被狗咬。途经风，被狗咬，被狗咬。那你他妈前面换谁的名字都是哎、欸，对啊，没有，如果换两个字的就不行了。章鱼被你看一看不行了。这个是这个人不行哦，不是不行。欸、我是要说章鱼哥，好不好？不我是要说章鱼哥，章鱼哥。哦章鱼哥，我是要说章鱼哥。OK，Squidward。可是这个音色，小凹熊，我觉得这个音色一定有办法变成很摇滚的东西。
两个字。哎，小奥，哎、欸，我最近一直在看到那个，就是人家说什么你姓什么，我姓徐，西于徐。哦，对，我们觉得很白痴。什么意思？就是人家都是，比如说姓林，然后就双木林啊，耳东城啊，他说耳东吕啊，阿鱼吕。我之前有看到鱼吕，我之前有看到一个我觉得也很屌的、啊，是那个。就是你好，你好，我姓黄，红，哎、欸、哎、欸，他说什么？哦，哎、欸，他是说什么啊？哦，他说我姓白，红橙黄绿蓝靛紫的那个白，没有啊，没有，可是你就知道是哪个白了、啊。可以可以可以，献花。怎么突然安静？还有喷酒精，好明显。我们想说酒精大大想发言啊，对啊，我姓马，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马。哦，我姓黄，yellow 黄。可以啊，这算 很简单吧？我姓吕，户于吕，根本没有，根本没有逻辑，好不好？没有，没有姓吕，靠北。哎呦天哪！哎、欸，我最近老痰好多，我可能要开始。我们是笑到生痰吧？我可能要开始抽浓一点的烟了。为什么啦？关联在哪？反正痰都有了，不如就抽浓一点吧。不好吧？啊？我姓苏，苏子祥被狗咬的苏，好烂。那图要怎么讲？对啊，你平常、我也很难哎、欸。你应该就是说三点水图吧？我都说三点水一个鱼，就他就写成渔夫的鱼，渔夫的鱼不是百八渔场的鱼吗？不然这个姓要怎么介绍？打电话定位的时候，他都问说哪个图，我要怎么讲？就是随便啦，你就哪个图啊？你就骗，问题是，你就骗他、啊，突发性僵直脊椎炎的图，那就不是图、啊。你就说把徐在旁边写乱一点的那个图，写的很乱。对啊，你们都怎么讲啊？还是你就乱说？你说你是图书馆的图，然后那种定位餐厅，有一些餐厅会需要你全名的，就哎、欸，那请问名字也可以给我吗？书馆，直接改名叫图书馆。你可以叫书刊变日文这样。哎呦，你什么图？什么图？图书刊？图书刊先生。很屌哎、欸！其实听起来会比较像修改呐、啊，如果是那个。天哪！啊，哎、欸，你好，我姓涂，我叫涂香干。香干两不厌的香干。我是有一次跟客服员讲话，然后他问我贵姓，我说我姓涂，然后他问我说哪一个叫的？真的假的？哪一个叫的？真的假的？哎，哦，我说我姓涂啊。哎、欸，这个好像那种漫画什么什么笑话大全，你会出现那种冲突的笑话、啊。对啊，欸、我很傻眼呢。可是已经讲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怎么解释？你就说哈，你就唱张，你就唱萧敬腾的《信徒》给他听。哎、欸，还是那是张信哲的。什么歌啊？我怎么没听过？不是有一首歌叫《信徒》吗？我查。那个是张卫健吧？嗯、哦，张卫健哦，是吗？啊、真的，张卫健，张卫健怎么唱啊？你衣锦称为我心图，我没有办法，只继续跟你浪费我的青春。对啊，我也是想这个。真是哎，真的哎，好屌哦，有心图，你好配合哦。哦，原来这首歌叫《信徒》哦！哇、wow ，信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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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行图香。不过讲说自己荐书，应该不会有人问说是哪一个书。书不会，因为书就比较少，也没有同音的。对啊，也比较少见呐、啊。汪就每次都要解释。真的吗？我以为汪也就是。他们就会说王啊，王他就瞬间就会说是王哦。对啊，我这样子的话，我打电话定位什么的，书他们也很常是听成猪。哦，没有，他只是在骂你而已。猪先生吗？过分了啊！我姓苏啊，猪吗？你才猪哎、欸，猪啊你！没有，就只好直接改名字，变装可爱的苏志祥，变猪志祥。哎呀，对我叫朱记奖。你好，先生有定位吗？有6.2位朱记奖。快快快，朱记奖！节奏天国。而且那个怪怪怪明明就是接你的名字啊，怎么会接到我的？哎呦！是，哦，我看到桑林说他姓施，但是大家都就是很常会被写成拖，头发的拖，好神施，拖小姐三位吗？施哪个施？好神拖的施，傻眼。那要讲什么施方哦，方什么的吗？你就说。失意男的失，施文斌的失之类的吧。失力点的失，失力点好难。你就说，请问哪个失？你就说是爱你是错过，你不用说的那个失。谁啊？好难联想。施文斌啊，施文斌，不然就是滴滴滴滴滴闪滴滴滴滴。我还记得啊。真正的英雄，他不会啰嗦的事。哇，姓宗也太难了吧！姓宗这个很难呢。宗还好啊，宗教的宗啊。对啊，可是问题是一定会被写成宗啊。哦，有人姓宗啊。嗯。哪个宗？哦、宗教的宗啊。宗宗啊？有人姓宗吗？没有人姓宗。观众说的、啊。我說欸、他说他姓中间的中哎、欸，不是就会变成金童中或是金仲中那个中，对对对对对，中间。我以前听过你祖宗的宗啊。他说就算对方真的听懂了写就是钟先生也会写成宋先生，还是写成崇拜的崇崇先生，写成重者重重先生。哎呦。我以前听过最奇怪的姓氏是鸡，鸡、哦，有。以前我妈妈的那个英文补习班有一个学生，一对姐弟，他们姓鸡。你是说女字旁的那个鸡吗？没有，就是啵啵嘎的那个鸡。哇靠，好厉害哦！超酷的，好酷哦！但是他们家取名感觉很谨慎。我们邀请到了这个华夏语言交流学会的 CEO 董事长鸡先生鸡白朗，不是，直接取臭名字啊！鸡很难取名呢、欸，鸡隆东啊，他也不是真的叫鸡隆东，好不好？他也就是个隆东呀，白痴哦、喔，白痴！看你这样的话。那个桃花卷什么东西？算了，我不要讲了。什么？好恐怖！我不要乱讲。鸡笼姓麦的鸡笼东的鸡也不是公鸡的鸡啊，他就鸡笼的鸡哦，他是鱼感鸡笼的鸡。哎呦！哎、欸，我刚刚讲什么忘记了？突然就想到长高潮。嗯。哦。哎，讲鸡排妹的鸡还不错。
是会被怀疑吧？我是说，就是你去餐厅定位，他也会怕把万一把你写成那个字，你会不会生气？如果你不是那一个字的话，很恐怖哎、欸。那写英文写 G 这样子，你就要很写实，就是我姓鸡，他叫全是哪个鸡，你就那个鸡。十二生肖的鸡还可以吧？还是写成古巨基的鸡？古巨基的鸡不是金融中的鸡吗？对。你觉得就是那个叭叭叭叭叭叭叭的那个鸡，然后说啊是金融中的鸡吗？好像更确认一下定位资讯哦，六位，你学鸡的声音，然后唱六位晚上七点，金融东先生是吗？你用鸡的叫声唱古巨基的歌，他就很疑惑，你说的这个鸡到底是你的声音，还是这个歌的歌手？好烦啊！古巨基有什么歌啊？我一直都想不到。古巨基那歌啊，什么情歌王哦，还是什么？哦，就这个超长的，以前高中去最后一首歌都一定要点那个，感觉会很划算的那个。很划算，对。但其实也没有很划算，因为大部分人都不想唱。大家都想赶快回家，只有差那几块钱。哎、欸，小时候真的会差啊，高中的时候就会觉得很不尽兴啊。也是啊。嗯，长大就是吃饱就想回家了。嗯、长大之后好容易就尽兴了，走啊，唱歌啦，吃碗牛肉面，差不多了吧？对呀，差不多，差不多可以了啦。哎、欸，我那天还在想，感动。我那天还在想。我完全想不起来我人生第一次夜唱是什么时候、欸、我是大学，我完全想不起来、欸、因为 我那天是看到一个我看到我表妹她发了一个限动，说她以前都会去夜唱，然后想就她回想她第一次夜唱的时候真的很开心，然后现在真的就也没办法夜唱了，然后他就说：“哎，真的老了这样。”然后我就突然想说：“哎，我第一次夜唱到底是什么时候？然后到底有没有开心？”你可是通常都会是大学吧？因为高中也不可能在外面过夜啊，又还没满十八哦，也是哦。我想问一下，夜唱的定义到底是怎样？就是唱到早上，十一点开始唱、哦，唱到早上啊。也不一定要十一点， oh. 但是反正你出去的时候天要是亮的。对，就十一点之后啦， oh. 因为十一点之后的收费才是那个夜唱的收费嘛，对对对，就十一点之后，然后唱到出来是早餐时间这样。我想说，哪个人唱歌不是夜唱？谁他妈的是光天白天就去唱日唱的？没有，你要唱到早上出来，唱到早上啊。嗯。然后脸很浮肿，然后很不舒服，这样，然后也吃不了早餐，轻飘飘的。对。然后大部分的人就是去吃永和豆浆，喝一杯豆浆，或者是吃一笼小笼汤包。我都很想赶快回家。聊天室一堆平日早上唱歌是不用上班上课哦，就是放假比较便宜啊。没有，因为大学生他们也有可能早上去啊，大家都很闲这样、哦。而且我记得早上都很闲啊，早上钱柜什么的都超便宜的，不是吗？对，早上平日的早上都超级便宜，唱早六这样，没人呐、啊，就唱完然后下午去上课这样。哦哟，哦这个我还蛮屌的，这个我倒没有过，太累了。对呀、啊，我好不想要在早上的时候还没有开嗓的时候就去唱 KTV 哦，唱到开嗓啊。然后就刚好接着是还没开嗓，我想到的是我不想要一早起来第一餐就吃牛肉面跟水饺。你可以吃大蒜面包，奇怪、啊，不行、欸，一定要喝奶茶跟牛肉面还有水饺。等一下，我想要问一个问题：现在的 KTV， 我是说那种钱柜啊、好乐迪那种，还有自助吧吗？还是就是只能单点？没了吧？但是那种什么想温馨、舒饱的，跟我一样。哎、欸，他们都有，我是说钱柜跟好乐迪，但是那种想温馨什么的，应该都还有了吧？什么是想温馨？想温馨在高雄还是台中？哎、欸，想温馨我们还有全部人去过、欸、你都不记得了？台剧吧？对啊，欸、我以前台剧办想温馨呢、啊。哦，我记得啊，嗯，也只有一次 KTV 不是吗？
对啊，因为那是第对、啊、对、啊、对、啊，第一次还第二次吧，就只有第一次台中还高雄，高雄啊、我记得是第二，哎，第一次第一次还第二次嘛，高雄就是只有四五十个人那种嘛，高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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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真假的自助吧感觉很划算呢，就是不去唱歌，就纯粹在吃东西这样。不是，可是你现在进去单点东西的话，也是可以吃很多东西啊。是没错，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说我们嘛，我是说就是高中生或大学生啊，当然是吃自助吧比较划算吧。哦、也是啦。但是早上有自助吧吗？早上没有自助吧，去 KTV 干嘛？唱歌啊，干！好不好？早上自助，好不好？早上自助吧超屌啊！有青州小菜，有英式炒蛋的青州小菜啊、哎、还有那个还煮阳春面啊，脆脆的松饼啊，还有早上的自助吧，还有那个。厨师在那边，然后前面摆三种不同类型的蛋，你可以跟他点你要哪一种这样。我干，好想去啊！我哪里？然后上面，然后还有一柜是有五罐不同的早餐的麦片，真的。我要去，我要去，我就去吃饭。然后玻璃罐装牛奶，好爽、啊。然后你离开店里出去抽根烟什么的时候，那个店员还会跟你嘎嘣嘎。哈哈，为什么突然变成泰国的旅馆？直接变成一个泰国的饭店。斯瓦迪卡，卡本卡，直接变泰国饭店。哦，自助吧，因为疫情取消、哦。好想旅游，好想吃炸薯条。好普通，我好想吃那个、哦、Mrs. Field。还哎、欸，开幕了吗？开啦。嗯。妈了，买喜剧。今天我们排完戏的时候，阿北在那边说：“哎、欸，明天排戏我会买那个软饼干去给你们吃。”然后我就笑的时候，操你妈、啊，这很贱、啊。他今天，然后他还没听到，他还说什么？我说我操你妈、啊。你要等剧场周结束才能吃吗？当周就可以吃，我当周就开吃了啊。嗯，我都一直骂他哎、欸。你是说为什么剧场周开始吗？对啊，因为受不了了，想吃了。因为他觉得进剧场已经就是已经来也来不及，可能两三天就要演出，所以再胖再瘦也就是那样了。对啊，而且进剧场很累，一定要吃东西的啦。哦，哇，进剧场是一周是不是？嗯嗯，哦，一周至少还是可以胖个四公斤吧。不是，我们也不要以一周胖到四公斤为目的去吃嘛。真的是看鸟哥怎么搂他哎、欸。看我鸟哥怎么搂他。差不多吧，每天都吃个四五餐，每一餐都吃到胀，应该可以吧？应该会吐吧？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吃那么多东西去拍戏、欸。吐了就再来啊 ，retry。吐了就 wasted， 然后再。哎、欸，我觉得我演出当天会吃不了东西耶，我觉得不会，我觉得你们一定会累到超饿。不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还在上表演课，然后呈现的那天我就吃不下，我胃很痛，然后怎么样都吃不下，这样怎么办？你不要吃啊，怎么办？没关系啊，反正演完的时候就是好不好？看阿王怎么搂他。哎、欸，真的，看我怎么都全。今天阿王带大家来到演出结束的庆功宴的地点，这听说这一间热炒店有非常多的招牌菜，走，看阿王怎么搂他。看阿王怎么搂他。老板，我要400份僵尸炒大肠。哈，400份啊？你们几个人？就我一个。400份你吃得完吗？可以，可以。做就对了，你帮我做就对了，造就完了，造就完了，然后开始吃，然后说时录影吃超快，吃到一半还要吃肉不吃蒜，香味炒一半，炒一半，看我又不真的不吃蒜，好不好？哎、欸，现在都没有这种影片了，因为中国在不能吃播啦、啊，对啊，中国在节约粮食，现在最多的都是荒岛求生跟狂吃辣椒的，然后还有那个。付一点点钱，然后配那个江南大叔的音乐，然后
买海产，然后付一点点钱要拿大只的鱼，被老板打手，然后给他一个超小只的鱼去烤的那种，都变这种。哦，我知道那个，我知道那个。对啊，因为他们已经不能养了，被政府规定了。哦，真的假的？他是啊。对对，因为那个疫情的关系啊。对啊。哦，那放假的。对啊，他就买了很多竹鼠玩偶，然后放在他们原本的地方，这样。哇塞，直接抄袭安啾哎！竹鼠不是仓鼠啦。哦。那买一只竹鼠，然后就，这一只竹鼠不太行了，这只中暑了，然后旁边就。这只竹鼠不太行了，他不会附送啊，干！哇，好惨！哇，我看下面留言好可爱，他说竹鼠们再也不会忧郁，不会中暑，也不会打架受伤了。那边他全部都漆好的那个养竹鼠那个巢全空，真可怜啊！那他的竹鼠怎么办？就是等于说，就是规定不能营业了呀。对啊，对啊。但我觉得他们还算幸运的，好不好？对啊，他们还有订阅。就是他们至少他们还有红啊。那些其他真的就是只靠养竹鼠为生的人，哦，惨哦。哦，我真的每天都在看中国干片，看得好开心。看 FB 的干片已经快被我看烂了。我已经看了，我现在几乎每天都在看重复的。我都看那个关电脑的白痴兄弟。啊！我真的看烂，然后我也很常看那个啊，那个哪个啦？怎样啊？没有，我刚发现我讲过了，就吃辣椒的那个。哦，靠呀！还有那个一个迷人的混蛋。哈？哎滴哒哒哒。什么啊？好困。我现在看什么啊？没有看任何东西。欸，我真的看好多这种干片，我现在回想起来好多哦。还有那个秤粒子的那个。我现在都在健身房看大胃王吃片日本。你怎么这么自虐啊？我有看到你在看。哎、欸，看那个很饱哎、欸，太自虐了。哎、欸，看那个真的很饱哎、欸，我是说真的，你就会有一种他们吃不下的时候，你也会感受到一样的痛苦。不会，我只会想要吃一口那个拉面上面的豆芽而已，跟那个叉烧。看着就很痛苦，就是才是一家的白饭又没有任何配料的时候，然后看起来很干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好痛苦。然后就不会想吃苦心思，不会看那个真的很饱，我说真的。怎么办？怎么办 ？Fig 干嘛？下关了。Fig 在不治，我没跟到今天这一集。完了。哎、欸，真的很好笑哎、欸，我真的会被 Fig 笑死。那 RP 看起来好嗨呀、啊。嗯啊。一开始在那个在监狱那个真的好好笑。他们现在都出狱了，对不对？对，出狱了、啊。他被带去那个。要爆你雷吗？可以啊，反正就是他被带去那个种大麻，完蛋了！警察听台 ，Ghost， 完了，
完了。唉，我现在就是偶尔会想起玩 RP 的时候，然后想到蓝色学员，我还是会想笑。哪一段？就是蓝色学员演那个，就是元游会的时候，然后不是有一摊自助式的热狗吗？嗯。然后我只是过去想说，哎，这什么、啊？按一下，直接被扣30块，直接晕倒。为什么、啊？为什么扣30块晕倒？因为我的角色是很抠门，这样。他说：“看我没有要买啊。”然后而且还按了2次，扣60，直接晕倒。然后还要硬卖我一个。对，硬要卖，还卖我50，也太抠门了吧？卖他50块。如果是现实生活中的你不小心买到2根热狗，一定只有开心可以形容。我有点开心，而且是现做的。30块这么便宜的热狗，免费这么划算，给我来2碗。真的，我也想吃热狗啊！哦，我现在也。那我要加在我今天 po 的那个食物清单里面，我要加一个热狗。热狗是没有裹任何外皮的，还是要像那种原油会会卖的那种？我要吃夹面包的啦，我都想吃，哦，就是空的跟包那个玉米外皮的 corn dog， 还有包面包的，我都想吃。corn dog 是什么？就是夜市卖的那种，外面包一层面衣的那种。哦，做的像玉米吗？没有，其实我不知道它叫 corn dog 是外形还是没有，它叫 corn dog 是因为老外的那个面糊都是用 corn meal， 就是玉米粉，所以叫 corn dog， 就是 corn bread 啦， corn bread 包在外热狗外面炸，嗯，呀，哦，听起来就 yummy， so yummy， IKEA 的 ice dog， bingo。Bingo， 答对了，都没吃到，欸，那感觉其实也蛮爽的，很爽好不好？对啊，那感觉也蛮爽的。夜市都是皮超大包小热狗，可是我觉得那个皮也很好吃，好不好？对啊，我觉得那种热狗确实有一半就是要吃它那个面衣啊。可是最近有一种夜市很常见那种韩式的，你知道吗？我觉得那个外皮超好吃，超甜甜圈的，欸。你说它里面会包 cheese 那种，对不对？对，还有一小段是热狗，然后一小段是那个，可是我觉得那种就有点太多了，我觉得它就你知道少了一点。我就是想吃这个 cheap cheap 又好吃的东西，对，那个东西有点太 rich 了，对，有点太 rich 了，有点太稀花了。可是我就觉得它的那个皮是很好吃的皮，皮是确实是好吃的，但它里面有嘎气子那种，我就觉得吐皮花，你知道吗？没有时间会浪费我的青春吧？好想吃哦！可像那种，我觉得吃个2根就差不多了。像那个台式的那种热狗，应该可以吃个2亿根吧？看我们六哥怎么搂他，看我们阿六怎么搂他。老板，我要2亿根热狗。我他妈也才吃，你吃得完吗？你吃得完吗？吃不完，你傻了，吃不完，好可怕。对啊，我觉得那种热狗有确实有一半成分是吃它的面衣啊，尬那种廉价番茄酱，对不对？然后外皮有一点点因为番茄酱软掉了啊，我不行的，欸。要啦，我很喜欢。我前一阵子就是要吃游泳池的热狗，啊，对对，就是游泳池热狗。Oh my god， swimming cold hot dog， so tasty， uncle， 你知道我做了吧？你 so happy put his leg down， 就是要游泳池的啊，游完泳，对对不对？然后全身都是消毒水的味道，头还擦头冲过一下，然后擦了微干。然后来2个湿湿软软的廉价炸热狗，嗨，哦，呀，嗨呀，三七，哎呀 ，You go to swimming pool, no eat hot dog, you fucked up。靠北，游泳池怎么会有热狗可以吃？那有啦，有啦，真的有，冰淇淋跟热狗啊，偶尔有些猪血糕啦。游泳池，
游泳池啊，哪里的游泳池啊？对啊，哪里的游泳池有这种东西？中立的、啊。Every fucking 20 years ago 啦 ，20 years ago， 阳光大溪地嘛。没有，因为我现在想到的游泳池都是那种运动中心的游泳池，我想说哪里有啊？有啦，以前中立真的就是这样，是哦、真的就是热狗、猪血糕、泡面。泡面呐、啊啊，这必泡，好不好？然后带一条白吐司去，泡面汤沾白吐司，嗨呀 ，better than MSG 啊！吃太多，直接吐在游泳池里。好用哦！我真会打死你们这种死小孩、欸！没有啊，我没吐过、啊。他以为有鸭子大便，没有，是我吐。我没吐过，我没吐过。我是很热爱我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哦、喔。那是游玩泳池，好不好？舒畅哎、欸，超爽的，小时候超爽的那个。哦，我等一下就 Google 一下有没有做那种烂热狗的机器。那你做出来我要吃。我前几天也是在外面工作还是排戏，我忘了，然后突然我就好想吃那种烂热狗，然后沾廉价番茄酱，然后我找了半天，终于找到401室里面有一间还蛮有名的，就专门卖这种热狗，然后我真的就是骑车回家，然后直接冲去买这样。哦，有点失望，因为它有点太精致了，它没有，它沾、那个、太去了，它用的番茄酱不是廉价，是 Heinz。Heinz太高级了，太高级了，需要稀稀的，哎、欸，需要稀稀的，我需要吃到那个，然后呢，老板用那个刷烤肉酱的刷子帮我刷，没有没有没有，他没有，最廉价的是，它是一桶番茄酱装在一个罐子里，然后那个罐子中间挖洞有装刷子，哦、然后那个热狗直接插进去，对，因为那个番茄酱还要混到一点，对对对，因为多次受到热狗插入混到的油蒿味。好不舒服，好麻烦的。然后，而且，你知道，因为那种热狗，你知道，它不太会复炸，就是不会炸两次，它就是炸好就插在那边，所以那个面衣已经有点，你知道，软去了。再插进那个桶子的那个番茄酱里面，刷这样薄薄的一层。哦哦 ，Uncle 鸟屎 so happy put his leg down。三笑。复杂。我那天去士林夜市买那个还是好吃，可是它就是你知道，它炸了第二次，所以那个面衣就是无坚不摧，那个番茄酱进不去掉了。对，番茄酱进不去，咬下去还会卡汁。哎，对，不行，卡汁就不行了。咬下去一定要是这种。真的，可惜不能卡汁了啦，卡汁太主流了，卡汁太主流了。卡汁太台北了，真的。可是我好想吃到，就是咬起来会有咔哧咔哧的那种哦。那你可以去吃铝箔汁。那你可以，那你可以买到的时候也帮我买一份。因为我虽然说我想要吃不要卡汁的，但是有卡汁的我还是吃饱。你没有咬过铝箔汁吗？没有，有啊，牙齿超痛，牙齿会超痛、欸，超级痛。超级痛哦！哦，那为什么要咬？就是想看看自己可以忍到多痛啊！哎呦，好恐怖、哦！你是听人家说这个会很痛，然后你就去试吗？没有，我自己咬的。嗯，我也是自己咬，真的很痛，自己发现的，好不好？是门牙，只要就是在上面咬一下就会痛。大牙，没有，你要对，你要整大牙去整片放在嘴巴里面，然后咬一下，哦，真的很痛，而且是那种很酸的那种痛，很酸痛，不知道为什么。Ew！ 比牙医弄的还痛。好的那种感觉吗？已慢慢出现吗？出现了吗？下一句是什么？为什么想要无时无刻有你啊？啊，对对，电流感，电流感就是电流感，不知道为什么哎、欸，很酷哎、欸，好可怕、哦！试试看，试试看，家里有铝箔纸的好不好？不要不要，瞒着你的妈妈，把它揉成一个小块，一小颗球，揉成一个槟榔的大小，然后你就进去咬，一咬就哇哇、哦哦，很酸，很酸啊！SUAN 酸，因为口水是电解质的一种，而铝箔可以导电形成一个回路，所以你就被电到喽。是吗？哦、是啊，所以是电到吗、嗯？所以真的是电流感，是不是？嗯、我是看别人说的，我查咬铝箔纸为什么会痛。哦、好直白。这么厉害哦。嗯。哇塞。哇靠。难怪我们现在还蛮会讲话的，小时候都被电到。
小时候有被电过。好可怕哦。真的是电吗？对啊，可是它就是一点点嘛。又上了一课哎、欸嗯。又被我的舌头学到了一招。哎呦。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那个东西放进嘴巴里面，所以好险我没被电过。开什么玩笑，妈的，中立神农氏。不是啊，那个电也没有电到大到可以那个吧，就是一点点酸，就是牙齿酸痛啊。对啊。你们刚刚在讲游泳池那个，我突然想起来我最近去健身房的这个心得。我最近去健身房，我快要适应了啦，真的快适应了。但是我们第一天去的时候真的好冲击哦，就是进那个女生更衣室，一转头就是很多裸女。大家怎么可以 ？Oh my god！ 这是我不知道哎、欸，因为我不知道，我现在还是不能适应这件事情。就是如果要我全裸在女更衣室里面走来走去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哎、欸，可是重点是他们是对身材很有自信吧？吗？就是在健身房已经健身有成的，就是女性们吗？啊、还是不是？可是我对身材没有自信，我也会在男更衣室全裸走来走去啊。哦，所以是个性问题。不是这边撕啦，因为有就是各种年龄层的都有这样，然后不用在那边撕啦，因为我已经叫老王撕过了，他说没有。所以你们不要害我坐牢了，靠背哦、喔。嗯，然后就很厉害，也是连吹头发都可以，就是全裸就站在那里这样吹头发。他可能就是要有点年纪的吧？我觉得很了不起，没有连年轻的也会有啊。但是我就想说，可是他不是给你一个浴巾吗？你不会想要把那个浴巾围在身上，你知道吗？他可能觉得浴巾很 dirty 吧？嗯，好吧。我觉得他们想风干呐、啊。但我现在已经默默的接受了，就是。觉得哎、欸，好像也没有那么冲击，看到也还好。看到也还，但是我还不能接受。你下次看到这样的人，你我会坐牢啦。他给我检查一下。我就是会下意识忍不住偷看一下这样，但是我又觉得这样好像很不好，所以我就吹头发的时候就会尽量跟全裸的人离远一点，因为我会忍不住透过镜子的反射偷看一下。你就不要看就好啦，男生才是吧？啊、男生看了怕人家。你是这流氓还是干嘛的？干嘛、啊？光想要在那打我这样，不然眼睛会飘到看他老二的位置怎么办？对啊，我那天去健身房也是，我平常都坐在同一张椅子，我都选同一个柜子，然后同一张椅子吹头发这样。就有一天我进去洗完澡要吹头的时候，看到我平常坐那张椅有一个北北坐着，他没有围浴巾全裸，然后我是直接刚好视线看到他的。喂，回来了吗？喂，刚刚突然有一段时间全部人都没声音了，有人找瓦鲁豆了，完了，没关系，苏世强他主控，他在观众听得到。那我从前面一点开始讲，啊，就是我看看我这个杯子能不能发出颂钵的声音。我刚才想说，太前面了啦 ，K 歌之王最前面。我说我平常都是在我都选同一个柜子，然后同一个位置吹头发。嗯、然后上次去的时候，我洗完澡出来要去吹头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北北坐在我平常坐的位置，然后没有围浴巾，然后我就视线刚好直接看到他的鸡鸡，直接是像用放的一样放在我平常坐的位置上。哎呀！之后我都站着吹。哎呀！哦干！哎呦！很屌哎、欸，很伤心哎，我都会希望就是尽量避免看到这些。哦，我那个画面真的很冲击，他真的是放着，很像那个那种有大叔脸的那种深海鱼，你知道被拿上来放在站台上的时候。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真的很冲击耶，很冲击哦，而且我是刚好看到哦。因为我视线就已经停留往那边走的时候，就是你有看过那个器官这么颓废的样子吗？我的有的时候我有看过，但是那个颓废感
跟我的不一样，那个多了一些沧桑。多了一点什么？多了一些沧桑，那个比我多了很多沧桑。那个已经有一点是，已经有点是，就是怎么讲？我讲，我拍照传 LINE 群组。不要乱拍你，就是应该我的，他应该是拍他自己的脸，我是拍我自己的脸，我看看，就是我的那个颓废感比较是这样子。好，这张是我的那个颓废感，但是那个北北的颓废感啊，比较是偏这个。北北的比较偏这种。我没办法想象。看懂了，看懂了，你一看懂了，你仔细看呐、啊，就是你可以放出，你可以放出来给观众看。OK， 可以，可以，好不好？我讲，观众一定一看就懂，你们就把我的头，怎么看不懂，把我的头想象成龟头，好不好？好肥哦！来哈，另存新档。存下来啊，另存新档啊，把它存下来。好，我先给观众看我的鸡鸡的颓废感是这种感觉。好，我的是这种感觉。好大，好大，怎么感觉水平反转呢？我的是这种哦，懂哈，懂哈，懂这种颓废感。那北北的呢？是男生才懂的吗？北北的完全不懂哎。北北的是这种，北北的是这种。我真的是不懂、啊。应该有感吧？应该有感吧？哎呀，我不懂啊。北北的已经，北北的那个已经有一种是准备要回巢睡觉了。对对对，北北那个比较偏向是，哎呀，这个世界我看多了，这样。啊，我的比较偏向是我还年轻，你知道，所以是那种，哎，这个世界，哎，欸，怎么这个世界我不懂，但北北是啊，少年，我懂的，这种什么？别他妈老二拟人化吗？白痴啊！他这样放到椅子上吗？那已经在椅子上了。不是，我就想说，你这样子的意思是说他的头缩进去，是不是？不是，他现在是在表现出他的颓废感，不是。因为我以为他的意思是说他的头缩进去，这样还放得到椅子上哦。是啊，是啊，就是你把我这两张照片，你把我的胸部想成蛋蛋，啊，我的头想成龟头。啊啊！我是现在有点忘记他到底是那个东西长什么样子。我再拍一个清楚一点的示意图。我现在真的有点忘记那个长什么样子。我的，摆在。哦，我的偏这种，清楚一点的示意图。北北的，我要调一下椅子哈。可累。哦哟，还干嘛？哎呦，烦不烦呢、啊？哎呦，好累、哦。哎呀！我拍好了，北北的是这种。哎呀，你是不太懂。天哪，我大概懂了，他这样子讲的话。来了，大概懂了，大概懂了。好烦呐、喔！我再把这个更清楚的示意图拿出来给观众看一下。好，我懂了，我懂了。你懂了，这个比较清楚的应该一目了然了。这个我懂了。我再给观众看一张我的啊，这是我的这种感觉啊，その感じ啊，啊北北的啊その感じあ，差别在这里。哎、欸，你是放反了吗？
没有，我调回来了。哦哦哦。好烦哦，大概可以懂了啦。大概懂了，我的比较像是还在形容。我的比较像是，如果全部想成回转寿司的盘子的话，我的比较像是那个转过来的鲜虾寿司，但是鲜虾有一点掉下去。太难懂了，不用再解释这个了。啊，北北的北北的比较像是豆皮寿司整个开了，饭也掉出来的。他妈的，他们斩掉了吧？对，就是一直会一直转，一直转，都不会有人拿的那两盘。靠，太多了，好好笑，根本没有人会管那么多，好不好？我把我的放很小，放在我的这个憋尿之物这里。动态，动态，哎呦，去厕所，去厕所，哦，不见。好烦哦！好无聊，怎么这么波澜呢？我今天笑得很开心。唉，但是真的不小心瞄到真。然后被对方发现的时候，真的是很不好意思、欸。对，我那时候也是有点尴尬。北北没有发现我，可是因为我就是要往那个椅子走，所以我的视线基本上就是完全停留在那个椅子的角度，这样。真的很尴尬哎、欸。真的是看到那一瞬间，直接好不好？噔噔噔 ，You are shy 好烦哦、喔，哦、oh.。哎，你要来挑战看看这个吗？苏志祥，什么东西？我要怎么挑战？你要静音哦，静音是不是？对，你就静音，然后念，你要一句一句配音配出来。好，用台语。可是观众不能看到画面吧？应该，不然你就直接那个。现在Twitch不是都抖内看影片？不然就直接，你就直接那个直接字幕就好了。字幕的部分。好, 好, 好對，对，你就这样挑战一下。好，这个是简单吧？我刚刚又找了几个很难的，如果你这个过得去的话。我就给你很难的。好，等一下，直接画面的话，对，就直接字幕。哎呦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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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拉一下，我拉一下，小蛋姐。哎呦喂！哎呦喂！哎呦，好危险！哎呦危险！哎呦喂！等一下，我不知道字幕会在哪里出现呢。你先点一下看看。哦、你准备好了吗？可以可以，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应该不会有更长的吧？可以，我觉得就这样。来来来，我来试试看。噔噔噔噔，中尾夹，这天是你爱霍子林。我爱霍什么子林？罗桂芬为吃过好吃。难道一个、两个、两个？咯咯咯，走路牵手，噔噔噔噔噔噔。落灰警长，请问你寒中的啊是上啥是？这是个你不是熊熊哥？啊，你真风趣熊熊哥，请你讲一个，你讲一个好不？请你讲一个。喂。你会在意别人的夸话吗？我不会，别闽南话。阿K，我想对你讲，我愿意为你
米波，我愿意为你。米波，我愿意。哦，他唱歌是不是？我愿意为你，米波。米波是什么？面包，我就是介意安内利。米波，熊精。请大家祝福我们给和我们康健，我们我们我们，咚咚咚咚 ！Oh my god！ 我一口准确是喵喵昏，你真的已经唔爱熊熊哥了。我等你等到鞋儿都碎了，鞋儿都斜了，你还以为我会等你一百年吗？曾经有一段真正的爱情摆在我面前，但我不知珍惜，但我花火时期后悔的目击卡。一个跳最后一句，最后一句，最后一句就是，我爱，不是这个段，最后一句就是，我爱你，啊，还在爱你。哦，莫记。米波，人家唔爱你了，我跑被狗咬。米波，米波到底怎么念？我也想不胖啦，胖啦。哦，这直接没有没有，不过他没有台语哦，很intense，很intense。没有台语，他就是胖。米波，一定要念那两个。那面包台语怎么讲？没有啊，就是讲胖啦。他不是台语，但他就是大家都是讲胖。那就是传来的正确台语面包要怎么讲？面可是面不是米吗？就是会讲胖，就是会讲胖而已，因为它就是外来的东西，它本来就没有台语。但是那面是不是念米？米对啊，对嘛？对啊，包。但是它不是面做的东西。不是，我是说如果真的一个字一个字拆开念的话，包的台语怎么讲？波哦，所以是米波。米波。米波。不一定也会有包啊，霸包啊，肉包也是包啊，那就米包，那要看你会用在什么东西上面。那你要挑战进阶版吗？很难哦，超难哦。哎呀，可以啊，只有11秒哦。你准备好了吗？轻轻松松，提提提，可是很难哦，只有11秒哦。来，我来教教。但是它的字幕比较长一点，你可能要拉大一点点。哇，它字幕好大嘞！对啊。我看看，哦，字幕好大。欸、他讲话太快了啦，哎、欸，很难哦、喔，你自己。我来了，好，你的录音这么太快了啦，那字也太快了，录音就是悄悄。我要先念完这句，再继续播。啊，他太快了，等一下他在转圈圈，虫子。那你0.75。我先念完这句，我再开始。你的裸衣闪盘，我不可能会答应。我不敢相信我的计划不能达成，而且我不相信你。你知道我一个人只想起乱不起因，我管你吃什么，我叫你吃什么，你都不管是乱的还是硬的，你都在吃。This is shady, yo。中间有一些会说，这太快了、啊、，rap god 了。我觉得我们念起来也会差不多。我也觉得。小六，你念一个啦，太难了啦！等一下，我再跟啊、你们这两个好了，你们这两个可以念，然后跟鸟屎同速放，观众就知道你在念哪里。没有啊，你们就给影片，然后轮流，然后我们3、2、1，然后就一起播就好了。有啊，我就说那个啊，你们先从第一个这个，如果分刚刚那个吗？对，从、哦、先哪一个？先哪一个？如桂芬那个啦，刚那个太快。卢桂芬是谁？
如意算盘怎么讲啊？如意算盘。哈哈哈哈音档其实没有那一句啦，他那一句卢桂芬是这个，是第一个、哦，他就是可能用别的一个同义的台语，但是他中文字幕打如意算盘这样吗？我说刚刚那句会这么快，是因为他第一句那个字幕是没有的哦，刚好结束的问题，对对对，刚好结束，那就是列如意算盘，算盘吧。没有吧？他们那种剧里面，如果真的没有的话，他们还是会直接讲。算盘就只走走的念。圣拔，圣拔，不行，你们不能这样子先预习啊！那再等一下换影片。干，那我刚刚也可以练啊。哎、欸，那你们不用，那你们来啊。那我们就数到三，数到三一起播，然后我也播给你。你说你说哪一个？哪一个？现在哪一个？那个卢桂芬，卢桂芬啊。在哪里？贴在群组啊，Discord。哦，你说卢桂芬啊？对。啊，我贴 Discord。我贴。好，我点了，我点了。你们两个数到三一起播。好，数到三我就播这样。好，你数。好，三按。好，一二三。周伟杰，今天是你爱富吉林。哇哇福小明吉林陆桂芬要为几个夫妻难道他们两个又在云南话来了认真哦陆桂芬就下面你跟中间那只是下面时候开始耶这你心中不是无限雄哥吗？你给不是雄哥吗？请你讲一个，你讲一个好吗？好吗？请你讲一个，飞，你也在意别人的夸发吗？夸发是回法文是不是？哎，我想对你讲，我愿意为你免息波。我愿为你面包，我愿为你面包。我就是想介意这样的你，上进。什么鬼骗子啊？对呀、啊，请大家祝福我们。给我们靠刚刚给把他寡力呀、啊嗯！我认真，我认真。喵喵魂，你今天已经买熊熊哥啊？我等你等到下日弄水的花弄叶，你以为我会等你这么黏吗？千金就几段真情感情，千金就几段，我的万命几段，但我不知珍惜，但我反悔失去，后悔莫及。我也会讲的 Moki 啊，我一直想到是不是想笑的，我很想笑出来。好的，最后几句，最后几句就是，我爱，不是这一段，最后几句就是，我爱你啊啊啊啊！啊啊人家不爱你耶！说什么？刚没多，好难哦、喔！怎么又难啊？实际上来真的好难啊！是不是？就跟你说是好会摸鸡了。那再给你挑战这个四分钟而已，比较快。我四分钟很长吧？
读书卖。哦，这感觉很多、哦。加油！我吗？我吗？换你了。今天的存档就是 Moggy 了。那就读书吧。刚刚观众有说今天的标题是罗伊笋鹏，哪一个啊？哪一个啊？哦，天在 Discord 这个不知道后悔 Moggy 吗？好，后悔 Moggy 也可以了。遇到那个吗？不是，我愿意 Willy 米波也可以。讲那个好像高一点，是这个吗？对不对？但是我先跟自己讲，红色字。不要念好了，红色的字不要念好，你就忽略它。我看看，好，好，红色字不念啊。因为红色是歌词。好，那一样数到三按哦，三再按。好，好，来喽，一二三。本来名字是怪胎的音啊，他有念呢，为了出人头地赚大钱靠北、啊。把声音关起来啊！把声音关起来。只想头有脱衣，我想要跟一个跟他做比对比，没问题。我跟宝宝就点，现在有一个天，你要不要帮我买买买？買就是因为天心的关系吗？还是因为黎明的？难道你想要想继续？跟你继续玩到机的原因，就是因为中下分还有里面的个会员奇怪被拉。我哪会刚刚你的月子做不完，朋友告诉我流产，跟你新小孩刚快，你跟坐月子几个月，最怕能够喂，你跟所有人都把红盖打的人家到了有恃无恐，你一下不是就没搞，就在那花圈下面危险我激烈的。第一个抽水，第一个，好快啊！太快了！被请完，我的人是结婚的就火，就零九的就火离了。怎么这么快？你又是这么快？黄黄弟弟有没有？你没成你几？顶呱还会住几分？好快啊！你变成了鸡？你不就是小罗也不留干嘛？婚礼过过不留吗？过过不留？过过不留？看呗。既然你无法度控制你这些不想要用火，最近我就是搬了几点啊，你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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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你牺牲自己的，太快了啦！怎么这么太快了？这么快？我有两个。Go go blue。太快了，真的是太快了！你很强哎、欸，真的你好快！我今日伊又是一位小气高雄心爱的人，是吗？我大快人情上，你依旧是我的人吗？这位 Uncle Roger， 不完请你来相会，请你唔算数。嗯Number and 爱情心来就好，看到你行在我的梦中，爱你的真意永远在我的心中。隔壁来骂人了，还有外送，还有外送。隔壁的台语高手受不了了。这好像是制片尾，他们说是片尾啦，我不要念了。哦、是片尾啊！哎、欸，不是前面他妈的跟剪精华一样快，怎么念呢、啊？对呀、啊，我以为他是，因为我是直接看后面，我没想到前面是。这是 YouTube， 还是这是 YouTube 剪的？他都把那空白剪掉，还加速。超快、欸！太快了，太强了啦！啊，对啊，我觉得我已经。我觉得我进步很多哎、欸！对啊，你很棒哎、欸！可是你看有 Go Go Blue 哎、欸，哈、啊欸？你看有 Go Go Blue 哎、欸！哈哈哈哈哈！哥哥不如要怎么念？真的，好难哎、欸！我们都好像我们这样，好像那种日本艺人会取一个就是日文姓，然后加一个英文的那个。对，我们都后悔 Moggy。
尾摩尾摩迪跟光光 blue， 还有好会摩迪跟光光 blue， 哎，好会摩迪，好会摩迪，跟那个小泽玛利亚的那个文法是一样的，勾后悔摩迪，勾勾 blue， 很屌很屌，所以格格 blue 到底要怎么念？不是，这个真的不知道。对啊。我看一下，我看原因。打开来听他那一句念什么？格格不入是在哪里呀、啊？原来就是刚格格不入啦。我觉得念广东话都比这个好。我刚刚是有讲广东话是不是。你刚刚说啊，说是广东话。说啊，傻。哎、欸，真的哎、欸，他真的讲中文哎、欸，他真的是讲中文哎、欸，干作弊呀、啊！高内湖内格格不入吗？我们要念，我们要挑战哪一段？八毛，你既然会讲台语，我就给你一段超快的，来这段超快的交给你们了。我来来来，有点没把握哎、欸，这个就这个，哇，九分钟哎、欸。没有，不要这么久嘛，剪精华，就不要这么久嘛，剪个三，就念个三分钟，差不多了吧。我来接画面。好，你们觉得我快不行的时候就差不多了。我来接。快不行是什么意思、啊？你都要断气。我接好了，可以准备了。好了。好，来，一样，一二三按哦。好。一二三。笑屁。怎么那么久啊？真的怎么那么久？文聪、洪明记，我今天是专程来找这个周小姐，我不反对你美玲梅花在场，不过我爱拜托你暂时不要跟我静静的站在旁边跟我聊天。啊！我你的电话，口气不好，所以行走难，拜托你卖个假啊！洪小姐，我愈来愈无法度忍受你的无理取闹。我知影你话题必有付出真多，我唔过，我愈忍受你反常的态度，请你尊重你家己，因为过去大家都是好朋友。李正贤，恁讲过去大家都是好朋友，咱讲阮即摆就唔是啊。洪山，恁如果，恁如果。我当然是你是我的好朋友，不过你不过就是因为你这个恶毒的渣男，我还是之前的黄雨山，我一定以前我改变过，雨山无使我激动，大家嘛无想我变作我改变，我究竟是谁？阿斌，因为高情大家拢知影。文聪加正贤是啥物交情？这番要加讲。啊，不过我一开始是因为你这个无法度忍受时乱杂技的黄医生挑拨西人，挑拨我甲正贤。后来我甲安怎话上袂着，平常处理代志遐尼个冷静，头脑遐个清楚的老文聪，嘛会挑拨黄医生西人。我甲正贤除了四方甲七星怪甲安怎？好强哦！为什么刚刚有台词？真的，不留爷自有留爷住。还有西连东，西连大。进文之后，我会找不到工课的钥匙进前。我甲物件整理收收的，无需要加以啰嗦加计较。你说难？不留代志，我根本就留不处理。我想要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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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
你到底想怎么样？不对吧？坏掉了啦！坏掉了，坏掉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小六接着啊，小六接着啊，已经坏了。小六接着，很强哎！小六接着，你接着啊！小六直接接着，小六直接接着。他怎么知道在哪里的？他刚刚先停下，你先停下来，你先停下来，然后跟他说几秒，然后三二一播，找个时间点。好，3:34。3:34哈，完了，这个连我都不行哎、欸，这超快的啊，白痴啊、喔，这是超难的、欸啊。来了，我看小六秀啦，我不行，我真的不行，我也不行，我看着我就觉得我靠，准备，来3:34哦，好，好来一二三，黄雨霜，你们是不是进行爱咖啡结婚啊？你说到自己脑筋有问题，所以就是小花一样的症状，就是妄想症。或者一点是在看清楚脑子里空想，人家离谱的话，每年所以一点拢无离谱，因为这美国干掉什么的？遇到英文不标准的，你哪里蒙对掉？遇到英文不会念。像做咱一位一挂白白的录音带，根本都唔需要叫比如去美国，起码合理的判断就是像做咱把比如骗，赶紧念来快了，沉下去，沉下去，我终于休息了，阿斌，我相信正义是就是种的时阵，黄玉山一定会对你提出这种怀疑，那不过你的挑拨什么物件，怎么再跟你拖小干？其实证明一切拢无问题，我唔知啊，这个脑筋有问题，黄玉山伊都想出什么方法，不要被搞到乌来。连我都想出什么更好出的，我拢愿意配合。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甲干。那麻烦你对我讲，等一下，你要要带美女去对？阿贤，你放心，我唔会对这个查某从啥，唔管我干。怎么套一个台语人？真的太快了，好难哦！我靠！啊，阿贤，哦，这全是一个穷直接的方法。为什么你看起来，敢那无愿意证明你家己的身份？是啦，碧玉，家己你，啊，什么？你拢可以配合证明自己的清白，哪里的？干，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炼，没有炼哪只火而已，太过人了，太过人了。哎呀，换老王了，老王接下来，老王接下来。换老王，换老王，老王直接吗？直接吗？直接吗？直接。好，我看一下，我看一下。证明给大家看。不过我认为无这个必要啦。你当然认为你无这个必要啊。我看你好强啊。因为只要你真正的身份给人揭穿了后，被揭穿是怎样，你就会马上送去关在看守所里底。好，就算你运气好，假如案件让你这个主谋无予判死刑，你最好希望李耀威无予人查到。白静怡甲杨万金，因两个人的失踪甲你有直接的关系。哇、哦，无着加倍两条人命，你若无予人抓去枪毙，我这条头就倒落来，予你当沙克梯。安怎？沙克老师，你去问。哎呦，好难哦！干，你好强哦！怎样？好强啊！真的好强！广告是怎样啊？好强哦！钢铁专购的观众支持专购第一名。尹兆兰，尹兆兰，规个已经互人拆穿，有败不复活的机会吗？败不复活，就是你证明你大家都玩我啊！双方争斗的结果，下人定输赢。刚才只是台湾国语吧？等一下嘛，等一下，双方争斗的结果。你还是蛮狠的，没屁吧？一个位。嘿嘿嘿嘿嘿。给我双关了、啊，好，我答应你。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如果事实证明你冤枉我，我恁四个人跪在我的面头前磕头认错。磕头认错，磕头认错。你都作弊啊，哼，我答应你，因为我对我的推车就有信心呢。推车怎么说？洪明姐、美玲、梨花，啊，还有静恒。你拢听到？我的好慢，好爽哦、啊。对啊。而且听得最清楚诶。好。哥。不行，你都没走清楚，你还不行，你要找一个快的。有，我不会去啊。那你找啊。你要找一个快的台语哦，换一个台语哦。你要找一个快的。好爽哦！前面我真的不行。你要找一个快的，我觉得快的你也会一个不小心说出“狗狗不溜”。我会，我会。好，为毛不开始啊？我看一下。有吗？而且他们剧里面不是两个人在讲，我们一个人都。老师，后悔 Moki 跟那个失恋 Ducky 很好笑。失恋 Ducky 真的很好笑。Fake 在开台哦。Fake 在 RP 的 ，Fake 应该也蛮强的哦。Fake 应该也蛮强的。没有在那种速度之下，我们所有人都会跪下来的。太快了！今天的标题就是“后悔 Moki and 失恋 Ducky”。还有哥哥不溜啊！哥不溜，很好笑哎、欸！哦，好累哦，我现在笑到有点烧瞎了。来了，好为 Moki 啊！我找一个什么？我不行的，我刚这样一边听一边在心里读那个，我也是后悔 Moki。我找到一个，老王再挑战一个，你再挑战这个，这个吗？一分二十二，轮流啦，换你了，换你了，换我了是不是？好，你让老王休息一下，他都烧声。我跟你讲，换我，然后我到好不好？四分三十，我到四分二十二，直接配整集，轮流然后配整集，超难的。好像可以耶，然后一分二十二，因为他们前面都在很慢，一分二十二讲。那大家都要放哦，大家都要放哦，所以你说一分二十二开始是不是？大家都要放哦，一分二十二，因为他不是会随时换人吗？哦，一二二开始是不是？那这样子一人大概一分多钟而已。我跟你讲，他现在，那不然就一个三个人分好了。好啊，好，这样子这一步的话就一个人大概两分钟，这一步就我。刚刚的顺序是什么？我六探 Leggy， 对，然后我们一人分两分钟把这部背完。那你要说换你哦，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换。我会看那个时间。好，我的天，你要说换六探了，我才会接下去。好，来来来，一分二十二，来了。好，然后一二三。这静静静静的就红和尚，你又在耍什么手段？难道你一定爱破坏你这才甘心，是不是？行索然，想不到你一个通客犯，今日进来还开了在这，把他扣起来，还是？林小姐，请你配合一点。李队长，一个憨大的李龙，一手加油害死那么多人。他实在是罪该万死，你赶快把他个灯拍关，盘他的嘴。比喻，你放心，我一定爱的。恶小哭起来，行小姐，你唔肯肯陪伴，我就要动手啊！你要话，你讲的话拢是真的，你才应该马上把他铐起来吃刀。正行，请你相信我。替我说这句话好唔好？邢素兰，我已经教会过你，我是保育，我是保育。正常一定是我妈在天机灵有保育，
所以今日一人一条，一日一家加油的，加咱成就，我妈的酒我可以爆料。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形？修罗阿命，一切是静静的旧碧玉，他被邢秀兰反面之后，又在这个一堆路人乱进地面搞，幸好伊能够提出来，正好跟李队长进行。我想稍微研究小小事。马明，请你唔爱违规，又很违规，什么明星好不好？以及金兵就是 PP 机器，金火光，你唔相信你可以用这种苏联零食威挨个金手来给他，换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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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掉换你，换你。好好好，我再看我再看。这位休假，在还没有学人体的机器面前，我们今天展示判定你的通缉在案的朱墨先换邢素兰。你必须配合跟警双方合法办案程序，接受逮捕。哇，好难哦！收魂机、封修机，啥物拢唔用讲啦，一起找程序来公事公办。请休假，请你跟我们配合进行。难道连你也唔相信我？连你也唔看住我，是不是？唔看，看住。江华官，你队长，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让这位小姐能够提出一点证明，还是把真正事情来龙去脉讲清楚？丁建贤先生，小声团子，然后安静的待机，待播之后不是这样，我去完成就，不过因为办案程序不能破坏这个伙伴，不能办案程序，叫你拿红熊机，妈就主外公了，好不好？等一下，要多久？差不多了吧？还怎么这么久？没有，你还要，你要到三十秒，三十秒，你要到五分二十二。好，那你 Q， 那你我要换了 B， 你先委屈一下。刚刚那位回去，不过你放心，我会尽全力救你啊！你不用怕，不用怕。最后了吧？没了吧。哦，最后了，最后了，接下来换那个了。换那个，好，接下来换那个。你要换那个。好累，希望他们接下来都慢动作，不要讲话。等一下一抓起来就直接开始唱 rap。阿赵，哎，你有长达好多秒的空白耶！哟吼，好赚哦，真好，好赚。还在回眸啊？好久啊，他眉头深。他们说你的是动真语，你一定有相信我，你的心跳现在只有我才听得到，听得到。跳一搞，还有时间修正。OK 啊 ，OK， 刚的准确度大概是80%。我以为机器人都无机会再把在你的胸膛上跳你的心跳虾，心跳虾，心跳虾，我的心跳虾只有你听得到搞。打在你的胸膛上，蛮厉害的呢。蛮厉害的呢。打在你的胸膛上，根本就是跟我已经没有时间去跟你浪费我的行程是一样的。哎、欸，都没有台词，好棒！哎、欸，哥，你怎么没话？爽哦！没有没有，还有后面有后面还有后面还有，你给我配一分钟。你要配到结束，你要再配两分钟，结束太少了。各位惊喜惊喜的一定无代志啊！是大家大家亲切，朋友三，如果你那么亲，你请自己就我无时间祝福你，祝福你。好名字，婚礼会使继续诶，继续啊！哎、欸，不错诶、欸，继续啊，继续。如果，你真狠，我会敬敬你诶，敬你啊！真正诶，就比于即马已经互人阿去啊，伊有被关进看守所里面。如果你也是愿意听这个女人的风话，也是愿意跟伊结婚，
啊，有心情跟你结婚，咱无请你继续打了啊！有事等一下，我跟你去。既然难道连你都唔爱相信我，连你也在怀疑我？连你都在怀疑我，连你也在怀疑我。我已经很努力，很棒哎，我觉得很棒，好难哎、欸。因为我不够清楚，啥是啥，静静，啥咪是静，啥咪是假，我完全唔知影。我根本无这个心情继续完成婚礼，也是有过你走的这个秋明要安怎？静恒，你尽管放心，你跟友善今早这高火我喊干巴，牛肉干巴，牛肉干巴，比如有对不起你的地方，请你原谅。我早就讲过啊，你绝对无本事挂边邪不胜穷之道理。我靠，别一把胸襟。好累哦，邪不胜穷。我觉得很棒哎，邪不胜正怎么念呢？那邪不胜正怎么念？我听一下。邪不胜正，邪不胜正，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邪不胜正，邪不胜正哎，太难了，邪不胜正，邪不邪不邪不，邪不胜正这个道理。哦，哎，邪不胜正很好哎，进步很多很多。哦，我也觉得我进步。他们说邪不胜正。侠不胸肿，不胸肿，侠不像一个成语哦，真的很难，好累哦，哦，好累，不玩了，好难，好累。不行，换你们三个，换你们三个了，我再找一个。突然太扯了啦，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太难了吧？连中文要好好念好都很难，好不好？啊，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就这个了。还来、啊、哪一个？这换那个换高端组，换高端。最后就我们三个了。高端组这个蛮难，这个九分半啦、啊，好不好？就一人三分钟。干，哇、哦！刚刚顺序什么？小六八毛老王啊？没有八毛先，八毛先。八毛小六老王，八毛小六了。嗯，好，就这个了，就这个，就从一秒按下去就有了。好，就是零秒开始按下去就有了，就一人三分钟了。好，这最后了，最后了。好好好，来。准备好了吗？好了，来，一、二、三。啊，无你都是当作我咧公生求好啊，文聪拜托你好唔好？即马大家，反正我感觉你够有心情咧公生求。文聪，我认为这件代志，阮唔会当私底下加，我认为要报警处理，然后加警方想出一个对策。这是足较保险的，我认为你讲话无问题。我认为，但是阮的感情一直这么坎坷。我又看你们押韵哦。我实在是足惊阮的婚礼又搁会出什么代志，文聪，这你应该上清楚。我心内上惊的，你应该上了解才对。文聪，你认为如何？到底应该要安怎做才对？你紧讲。哦，为了。哎，当还可以配合，还要角色。你用你那时候你扮挖火印，不过你可以你就糟糕。等你的婚礼结束，我再来对付因。文聪，阿里嘎，阿里嘎，我问你，安尼决定会拍摄？我跟阿贤哥有代志参详。跟沙壳有什么两样？当沙壳踢？阿里干豆，阿里干豆是？哎呦！你是唔是？阿文甲你做记录，好啊。必要，我甲阿贤讲的代志不需要做记录，所以你甲下当先离开啊，无要紧，反正我今嘛。请假嘛，无代志，无我留伫遮陪恁好啊。有，我希望这个代志，我会咱必要甲甲阿贤讲。文聪，反正你甲我讲啥，我回到家买单，实际上不要，我就做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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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继续会滑，会滑，替我烦恼。不过文聪，正常不管我安尼，甲你较苛刻，你拢坚持袂转来，而且佫讲要甲静文卖掉。为甚物这这么短的时间，你的转变这么大，实在是叫人有人料想不到吧？你看，又多变多，只能唱歌。好，要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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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换小六。小六换你，所以会当红心，但是阮爸爸已经互人判出格，所以我决定要伊倒来公司，看有人有这个本事会当高贵。文聪，你哪会当安尼讲话？你这样根本就无看到干，你根本就男人在谈事情，女人闭嘴。你是恼羞成怒是不是？你太会当安尼跟我讲话，比如你先唔系误会文聪，文聪，我知影你公司的代志，我唔，我一出来咪甲比如讲，希望你会当跟我尊重。好，那有这件代志，我想比如问清楚，比如你敢记得？我害你跳海的事情，啊，文聪，这些代志你嘛甲碧玉坦白过啊，无唔对，而且是单独面对面的时阵，碧玉，还记得我，我伫伫外口见面。我是安怎想你背失的？哎，这我当然会记的。哇！啊，你决定是我甲你做的？甲你做的？看好大一段空白哦！哦，你占到一个空白。我甲因为结婚的定情话，你变的我发来错。你快点，我们是揪在外面。加油加油，快点！别变红。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哦。干，好多空白哦！干不行，你要多讲十秒，太多空白了。对。就他们一路瞪到影片结束。我要跟观众说，他们两个被换脸了，他们去做了 face off 手术。OK， 小朋友不会念的那个。嗯。你中计啊！一半期会当结束啊！有一句话叫做“百步复活”。百步复活，你敢有听过？好屌！干不行，你要跟我讲二十秒。干你娘，没在对望啊！文聪，你甲碧鱼是不是有啥误会？正贤，文聪，文聪总共向我背时的叫我原谅两摆，伊讲的是第一摆，我讲的是第两摆。讲什么烂跑话？文聪，你听我讲。今天是你逼我说出来的，你给我点点，文聪，你想要做什么？哦，
很屌哎、欸，好强哦、喔！吉谢啊，还加日文。文聪，你明明知影你海碧玉落海的代志，我已经原谅你啊。你为什么无法度放下你家己？那是我无爱原谅你，我嘛要用枪打正文才匹配的手段来跟你做我这个人，你是不是？哈哈哈！叽哩叽哩耶，好像过了。叽哩叽哩耶。阿贤，你卖误会啦，是碧玉在黑白讲，伊在挑拨咱兄弟的感情。挑拨，其实伊就是，伊就是乃人不知如己母矣。哈哈哈！你破蛋，你破蛋，只都无一点，你敢讲讲叫嚣？哈哈哈！你自己不够，你不要多逼逼嘛。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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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接这意思啦，但是我希望你莫误会我。这个代志，我甲林刚才甲你解释。好多对视哦。一模好。哎呦。哦，好好玩哦。真的。一模一。一模一。一模一。哎呀，你把这吃飞金毛鱼！静贤，文松这届实在是过分分的，我就建议找机会来挑拨你感情。别黑白想啦，咱的感情经过这侪波折，那么任何人会使挑拨阮啊？挑拨我的感情变亏，但是我拄只实在足惊的啦。文松以前的个性会搁开始无？伊搁要来陷害阮两个人啊啦！我想应该是买啦，卖我白想。哦，哎呦，哦，我有强啊！哎呦，但是还是有一个，那也能不给哭，做不给梦里。挑拨，挑拨，你要怎么讲？挑拨到底是怎么说？快起来说，太快！挑拨是塞狼。塞狼哦，塞狼哦，哦哦哦哦，看来今天的标题就是“若有人不知，除非 Gimoy，Gimoy， 除非 Gimoy，Gimoy。”哎，我跟你们讲，应该到这里了吧？不需要挑战第三次了吧？不用了，可是我要跟你们讲个好消息，就是 Fig 好像结束了，他可以来地方帮加码一下，直接给他一个八分钟。来来来，我去叫他老王，你找一个给 Fig 的。好，我找看。给他一个最高难度的，要人不知，除非提摩伊。那就给他那个啊，苗可丽骂人的那个啊。那太快了，太短了啦。可是那个超快的，没有没有，这个超难的哦，这个超难的哦。我看找个超难的给他。这个超难的。Fig 秀起来。他其实很多是讲中文，他其实很多是讲那个。这个是不是？苗可丽这个是不是？看一下字，三分钟是怎样了？那就可以，他可以讲一些，就好像是干话全集。你现在要挑战，就是我会把声音关掉，然后你要跟着他的字幕讲台语吗？配音，你要跟上。然后我们三分钟就好，三分钟，三分钟就你就讲满三分钟这样，你要全部跟上，都是台语哦。好，好难，大家准备好了，来喽，来 ，OK OK， 哎，一样三按哈，一、二、三，我跟你讲。你人是唔知生存尴尬，我随时会使将伊赶出去，互伊开枪，负责倒去做平民，我平你去死啦！伊是小官尔，尔做甲足少去，我真正看袂起我是有钱人。伊即马再讲一句，我是神经病，我去看医生，安怎做平民？你真正笑死人！即马是安怎？英国女王互你接位吗？我是总有互你免死金牌，还是安怎？你出门的时阵有警察分四个区，兵马俑用陪葬神经病，刘玉英你竟然骂妹妹是神经病？是嘞，我骂你是狗官叫神经病的毛病，你搁敢加讲一句话？好啦，哎呦，哎呦，妈咪。妈，恁两个哪会使加讲到一句？要见面就冤家啊！伊的神经病，但是伊会好，我就少讲一句。志良，你妈妈哪会搁敢骂我一句？我已经发动党党是为，甲你为党是强的大位，
有啦，无信你试看卖，妈，你家己嘛有听到啊？恁李家的人，那是大风开花来威胁咱志良，志良，你即马从即马开始，想要做啥就做啥，我拢无意见啦。志良，你是我的囝婿、翁婿，爱做啥物，你去做。唔要听你妈妈，伊咧消炎风露风雨风干呐，你高欢了，上乖七十两唔在手啊，这点你做的真好。志良，我先走啊，有啥物代志，打电话甲我讲就好，无想要过一个神经病的大官我。阿咪话，神经啊，安那该开除吗？伊是个大笨人，你安那提防都无效，无效。外口的花遐多，你挽的了啊？路边的野花我问看，我嘛管无着。若是这类花，家己山墙过来，我想我就无法办法唔管啦。助理副总裁，唔是拄对一个，拄查某个人，个小老婆，又怪啥？我认为大家是，你注意自己的身份，你若是自个，伫我办公室都袂讲，请你收的拄啊迄句话，安那讲的拢是事实，有啥物需要收回伊的？有咪话？你若惊人讲闲话，就莫做亏心机。你若是讲讲个无够，讲个太客气啊！本来就是一个风尘女子，专门就哈哈哈哈哈！真的很难。还没，像我的红衫，你个真可怜，保持慢慢的动静，一步一步爬到我的头顶。我请问你，你心内底敢有灵气这两个字？老妖精，你若无白话讲讲阿妈，你拄啊骂我的话，我已经正超过二十年，你去死啦！你就是敢用一种话来甲你骂，每一下骂你都真爽，搁骂你，你就会感觉家己足见笑，你就会哭。你若是看了，感觉足欢喜。国公。我看不惯你做无用，装啥物清高，临时求断高明，你的头脑强杂，就会使进入皇家，有本事插就骗笑啊！你看中好快啊！不过可以了啦，强了啦，烧掉了，我们都很鸡皮要高仔了，可以，三分快四分钟。我觉得强哎，很强哎，干肖老婆，而且原本里面有很多可能是讲国语吧。对，九官鸟是讲中文的。对，杜鹃窝也是。对，九官叫吗？九官叫，九官叫，九官叫肖老婆。我觉得最好笑的是妈妈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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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那么快呀？妈妈咪，可是你已经是最强的嘞！我们前面真是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走关瓜，就管叫肖老婆，走关瓜也很好笑，走关瓜，干走关瓜是新的神奇宝贝吧？干好强哎、欸，很强哎、欸，超好厉害哦！干你是我们这里面最强的了。假老王不是？没有老王刚刚有一个也蛮强的，有一个老王也蛮溜的。你讲多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不能想直接讲。不能想在丢干卖走。他刚说，那我那不在除非己莫为。那边应该是中文吧？哎呀，老在前面一摸一，哎呀，我会笑死嘞！哎呦，好累啊，头好痛哦！不是，我笑的喉咙好痛，一直憋笑。三小哎、欸，干他太快了，真的要全集中哎、欸！你真的好强、哦，要不要再加码叫李迅来讲个两分钟？来啦！李迅好像睡了，把他叫起来、啊哦，这么好、啊，把他叫起来呀、啊！对啊，赶紧叫起来啊！没有啊，干！拿一桶水泼他，你啊，卖滚，赶紧叫起来来领待遇啊！我想李迅呢，待遇这么强啊，伊感觉会使讲的足紧啊。这个才是攻下面蓝趴位。哦，好累哦！我觉得要玩，应该要
就是他们里面有两个人对话，就应该两个人啊，就两个人在配，哦，这样才会轮流啊，哦，不然一个人的话，他们两个有时候吵架打在一起，最好来得及。哦，好难呢，欸。好，那决定下，哦，下次开台就是两个人对了。欸，而且我第二次的时候，我已经没有什么拳击中了，因为我根本就不会念啊，所以我就是走一个就是自然啦，自然就自然乱发音这样子，干傻眼。自然就会发生那个，啊，我已经没有时间跟你一起去浪费我的青春。对对对对，我刚是有很多都已经要念神童，可是我觉得不行不行，我不可以念神童了，所以我就是硬念，然后就全变成白白的鬼没没鬼鸡精威这样。每天到后面声音都是逐渐心虚。对对对对对，小老婆，都狂拉，就管教。我觉得妈妈咪还是妈妈咪，妈妈咪吗？而且小六那有一个是，那个字幕是自白，然后你说北吧，哦，字还算白目，看得很快哦，哦，很屌，很屌。可以可以，好累哦，好累好累，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不能再玩了，再玩真的要读本读到天亮了，死亡死亡，好啦，收工了吧，累了，可以了可以了，差不多了，今天算是全集中了啦，好不好？今天对啊，今天就是九九来一次，不用剪了啦，整集都是精华了啦，傻爆眼，那我们十月就十月底才开了。可以啊，好啊，十月底，好啊。哎，刚刚是讲说十月底还是十月初？十月三十一啊。哦，大家不用那么赶嘛。反正好啊，那下次见面就是演出完了。演出完了，那你们就应该有很多东西可以聊了。耶，不是不能聊吗？啊，就演出完了哈。就是还是不能啊，有些人会怕哦。聊，但是我们可以不要讲说哪里怎样吧。哦，没有了，就有些不要来听嘛。对，不然就叫就讲讲就是舞台上发生的趣事就好，不要讲到剧情就好了。好，啊，不然舞台上趣事，但是只能用台语讲，这样可以了吧？这样应该听不懂了吧？应该听不懂了。还是我们直接用台语念台词？不行，我觉得会翻译不出来，然后直接讲成我没有办法解决跟你浪费我的青春这样子。哦，好吧，收工，好，收了，好。好，拜拜。好，拜拜。